随着现在养狗的家庭越来越多，狗狗在家里叫个不停也成为了养狗人士头疼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引起小狗叫的原因。一，如果小狗是刚到家中，因为不适应新环境，就会因为恐惧而在晚上叫唤，可将狗窝放在主人床边，让小狗感知主人的存在。二，由于小狗抗寒能力较弱，天气寒冷的情况下小狗就会叫，我们可以将狗窝安置于温暖的地方，或者是在狗窝底部铺垫毛毯、毛巾等，给狗狗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。三，有的小狗因为精神旺盛且白天休息的时间很多，那么到了晚上就会叫个不停，我们需要给小狗准备一些毛绒玩具、小球等。四，小狗因为代谢能力快，每日的进食量也很大，睡前如果没有给狗狗吃饱，就会因为饥饿而吠叫。以上几点便是引起小狗晚上一直叫的原因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原因来大致判别狗狗为什么会叫。